叫 swing。比如说我们今天请凯老师，同样 F blues 这样，你今天经过这个曲子也是 F blues， 如果没有讲就不知道这样。我们等下会放一样 F blues。1, 2, 1, 2, 3, 4。切分位置不一样，可是有没有人很诚实的，心里苦，可是心里不说的，告诉我说什么叫切分？切分是什么？一块蛋糕切成八块，切分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不知道什么叫切分的？可不可以直接跟我讲？切分，切分，微积分知道切分不知道？有没有？有没有不知道切分是什么 ？OK， 很好，没关系。在这个讲堂里面，你要诚实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你诚实，我们就给你真正的爵士乐；我们给你金的爵士乐、银的爵士乐跟诚实的爵士乐，这样吗？所以你要知道，对很多人说切分是什么，对，很好。你看，你记不记得之前上次凯老师讲那个 ragtime strike， 哒哒滴哒滴哒滴哒，这就是切分。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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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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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跟着我唱。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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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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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，嘟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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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不对？我如果没有切的时候，就变成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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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这是没切。哒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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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有隔东西了，有没有？反正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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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变哒哒哒哒。我每四个里面有一个拿掉了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对，哦对，一二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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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三我拿掉了，对，那就是切分，也就是上个礼拜我们那个虾巴嘟巴，你把虾拿掉，啊，那个巴拿掉，或是嘟拿掉，然后巴拿掉，就变成虾嘟巴，这样就是切分，然后巴嘟巴。虾嘟巴，虾巴巴，虾巴嘟。好，我们现在练习啊。如果说我已经吃饱了，这样子啊、哦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我们有 swing 哦，很好，三四，我已经吃饱了，我已经吃饱了。好，第一个字不要看一样，已经吃饱了，很好。已经吃饱了，好，第二个不叫。我金吃饱了，金吃饱了，我金吃饱了，这个就切分了。哎，来第三个，我已吃饱了，这个非常文言文。我已吃饱了，是相公吃饱了，我已吃饱了，我已吃饱了。那你把先把吃拿掉了呗。哎，我把。那个、啊、我已经金吗？对啊，金也拿掉了。对啊，啊所以现在金拿掉了哈。所以下一个是已没有，
我已经金没拿掉了、啊，对，啊，吃拿掉了，准备一、二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我已经饱了，标准切分，我已经饱了，我已经饱了，我已经饱了。对，你看中文，谁说中文不能 swing 一样？对，这样就 swing 了。大家 do that, do that。好，我们把 e 跟吃拿掉，准备哦 ，one, two,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我金宝了，我金宝了。你可以叫那个小朋友。我金宝了，我金宝了。对啊，切分没有那么难，你就是把东西抽掉，然后练成一个 groove， 它就自然切分了。你妈说李功强，我金饱了是什么怎么说？我金饱了这样，那我已经饱了。你看，如果我已经吃饱了，是不要，我已经饱了，不是我已经饱了，我已经饱了，这样就没有了。可是我已经饱了。